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听说有好多的人用沙马蟹灌出了好多的啤酒，今天我也弄了一个沙马蟹，准备灌一灌试试，看看能不能灌出了好多的啤酒。此视频呢，我已经设置了权限，只有帅哥跟美女可以给个双击。如果你喜欢大海捉海鲜的话，可以给小弟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有些人看我的视频不会点赞就离开了，而有些人还未看完就会随手一个赞，因为他知道每个人都不容易，随手一个赞就是对年轻人最大的鼓励。如果你也是为理想而奋斗，而且还在奋斗的路上，那么还请你留下个双击小红心，喜欢的加个关注，看我直播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这是我赶海的时候发现的一个小河豚，非常的可爱，放在手上真是爱不释手。但是我一想到他的妈妈想他了，我就毫不犹豫的把他放归大海。此视频啊，我就不要双击了，谁要是给我双击，就是打我脸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哎呦哎呦，谁打？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有的人告诉我说，你这直播间的人这么少，就别直播了。我想说错了，什么叫这么少？哪怕我直播间只有一个人，我也要直播下去，因为我爱我的老铁们。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我说的对的，可否给个小红心，加个关注，看我直播。来吧，老铁们，每当初一十五退大潮的时候，发现这样的大石头，咱们一定要看一看，里面指定是有货的。哎呦，发现鲍鱼窝呀，这是。此视频呢，我就不要双击了啊，谁要是给我双击啊，就是打我脸呐。哎呦哎呦，谁呀？这不要还不行呢。哎呀，轻点。哎呀，来吧，老铁们，走在海边的礁石上，我这不经意间的发现一个洞，往洞里一看，我的妈，一条八爪鱼啊！于是我用娴熟的手法把它慢慢的拽出来。此视频啊，我已经设置权限了，只有双眼皮的人能给我双击。喜欢大海捉海鲜的，别忘了加关注，看我直播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映入你们脸前的是一枚鬼头蟹的壳，非常的可爱，瞪着两个大眼睛，好像在和你们说话。什么？他在说要双击，要关注？哎呀，我都没要，这个壳还要啊？干脆把你砸碎吧，让你要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也不知道是哪位老铁给我带来的好运，今天呢遇见了一个非常霸气的螃蟹。为什么说它霸气呢？因为它长了四个大腿四个小腿，而且它的脸非常特殊。咱家老铁有知道它四个小腿是干什么的，知道的双击，不知道的加个关注。直播的时候呢，我告诉你们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走在海边的沙滩上，发现了一个孤独冒泡的泉眼，我的好奇心就上来了，我真忍不住想用铁锹搂它一下，可是我忍住了。老铁们，咱搂不搂啊？搂的话双击一下，如果不搂的话，哎呀，真不能搂了啊，这不能搂了啊，加关注吧，别搂了啊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对于放生这个事儿啊，我总是义无反顾的啊，毫不犹豫的去做，因为这是个好事儿啊。今天我给大家放生一个小河豚，让它回归大海，去找它的妈妈。有的老铁一见我这么正能量的作品呢、啊，毫不犹豫的就给我双击，不要都不行啊。有的老铁就非要给我关注。Hello， 兄弟姐妹们，有好多老铁私信我说怎么捉海星啊，不会捉。首先我告诉你，首先你要有一个小铲子，然后发现海星之后，用小铲子使劲一搂，啊，然后就出来了。这个过程可能有点困难，学会了吗？学会的老铁双击，学不会的再看一遍，最后加关注，看我干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啊，今天我们用八爪鱼做个鱼饵啊，咱们看看能不能钓到大货啊！哎，去吧，老铁们，觉得我能捉到的双击扣一啊，觉得捉不到的扣个二啊。在你们的手机如果不是老年机的情况下啊，麻烦点红心加关注，看我干海直播。